啊，肥琼，你在这里自家是演员两句啊？好两句啊？当然没有啊，从那个记者播球跟球到下，哎呀，冇讲起。呀，你说嘛该哦？我再等到录下录几百米的。啊，惊讶没有？冤枉肥琼，还两只命大就一棒击杀，嘿嘿叫，你看这啥阿毛？哦，师傅，开口。呀，你后我叫我叫两床哦，在山上搞起火爆东西，你火烧两房也都死人，我来等你啊！啊，宝贝，干你妈事哦，没得。有什么可好处？没干啊，不干伢事啊！嘿，阿妹也这么干哦。做嘛该做嘛该，你哋咪行行咯哦！自家先二支付啊，应该仲有咩省场啊？冇带副中上山啊，一仲有啲爆翻，还咪上市？系啊，呀两个试试啊！你嗰头副手两公呢，全部系做啲错咁害。讲嘅讲啊，夫人而爱嫁，防火靠太嫁嘛。咩嘿哦，夫人防火唔注意，小心火神发脾气啊！一冇翻身咧，表散啦，包。阿咩阿太婆啊，住住，冇条光腰山得好。哼，算也消磨了。马太人都认得，师傅前一功哦，烧山人一强啊，乱点火。嘿嘿，昨日去伊朗有小哥叫我，看一幕，瞧一幕，叫我来拍下。